巧合的邂逅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液体地板。现在这里放水 ，OK， 然后再这样，不对呀，搞错了，再来。从哪里开始？先给它围上。行不行？电池快呢？哦吼！制作完成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的水地板啦、啊。水明明是这么大一个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这里等我。怎么会变成这么小一块呢？很神奇，是不是？明明是一个方块的样子。哎呦我的妈，又改没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会变成这么小块？是不是很神奇？而且，等会儿。来，给它复制出来。哟，哟，哎，原来不见。哦，原来是不能搞两层的，那我就搞一层砖。这就是我们的水体地板啦、啊。好，小伙伴觉得好玩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。如果有什么补水，可以在下方留。这期就到这里，今天小黑游戏，拜拜。